直播间有个1000的抽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现在还有6分钟开奖。咱们整把洛克萨斯之手啊。这狗头人指定是学打不学艺了吧呀，这都没学艺。你不大意吗？别让小兵卡位啊，减速来吃药打血怒，直接草丛里开疾跑，闪现一手 W， 我今天必须得杀了他。哎，这 W 怎么没出来呢？气死了，那手都抬起来了，为啥不出手呢？这家谢谢邻家男人上头了啊，这上头了，脑淤血了。哎，我闪现 W 都没出来，我都人都抬手了，都转圈了，都人然后都没出来。这边脑淤血了啊，这不是菜。你想想有哪个傻子能这种情况下还能去杀别人，兄弟你想一想，这怎么能叫菜呢？你就笨点想，他也不能是因为菜吧。你要觉得这是因为菜的话，兄弟，那我说实话你可是真菜。这无非就是想跟你上头一波。其实我一个疾跑打他一个闪现就够了。空一手线，会拥抱混乱。虽然这个狗头人把我们给杀了，但是他没有办法继续补刀，除非他主义，主义都没用。先去插个眼儿的，下波只要我疾跑好，他就死。100秒以后，这个小子会变成一具死狗。哎，没想到吧？嗯，我能回血，你能吗？兵有点多，刚才得稍微拉扯一波。那补刀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兵线先等一下啊，等个20秒，我们把疾跑开了，然后把他杀了。耀光了，好，开始炸了。这波升6有机会，不升的话啊，外圈刮 A 接 W 升6，平A 拉回来 A 接呀，哎，真傻逼，我操了，哎呀，真傻逼，蓝脸汉，真傻逼，在干嘛呀这？犯病了呀，这是，我想省个大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吧，我感觉这狗头人要过来了，他又跑了，气死个人呢。
还有一分半开奖啊！谢谢侯志明先生微笑啊，二三十。谢谢卓尔 Ucos， 卓尔 Ucos。别出三项啊，那出什么呀？那落手不出三项出啥呀？出挺进破坏者呀。别着急啊，拖他一手。闪现躲我扣，没事，我们有口屎吃。还有三十秒开奖啊！现在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谢谢甜甜让我中的四个飞机，没想到吧，小伙子？啊，这你没想到吧？这他能回家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是没想到的，你看他回不回吧？他回去挺好。谢谢孙悟空蓝炼汉，感谢封号，恭喜甜甜让我中。你别让我勾着你，小伙子。你千万别让我勾着你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这也能抠着？哎呦我操！我真的生气了。你也怒了我，小伙子。你也成功的惹怒了我，耀光七百。别急，你不行，你慢慢戳他，你看你能不能把他扎死。我上来扛塔，没事，死死吧，问题不大，兄弟，虽然你死了啊。剑圣，哎，我差点钱呢，我需要一波兵加一个塔皮，摊一波，小摊一波，小摊一波。小摊一波。不摊怎么能赢呢？你说真是。
卡萨丁应该不会来，我感觉。卡萨丁应该不会过来，我们赶紧回家出个三项。 这是左翼的吗？你千万别让我瞪着你，兄弟！我都不知道他回家干啥去，他满血回家，回吧。 看看蓝有没有，去把蓝打了。OK， 这Q怎么能没中呢？哎，这Q为什么又没中啊？卡 bug 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 这不对劲呢！一会儿我给你们回放一首，刚才绝对的，100%看动画效果能中的 Q，100%。 铁板鞋吧。 100%没中，100%中了，100%是中了。他11级，我们10级，但也能打，没事儿。 给俺们磕头，中了飞机，你个滚犊子吧！还飞机呢？说话什么时候算数啊？跟我在这扯这扯那的。 你已经是在我这种，在我这边都是言而无信的人了，兄弟。
出去做生意，我跟你说，没有人会跟你合作的，言而无信。你不用在这哈哈哈，又怂了，又这又那的，不上当，有什么用呢？不上当，哼，我不上当。我欠不欠死，卖不卖房，那是因为你们先有言而无信在先，知道吧？别老给我提旧账。怎么还跟我要上圈了呢？这还好疼啊，这个平 A。咱都得有个前因后果的，你一开始跟我讲信用了，我们才能卖。你都不讲信用，我跟你在这讲信用，那能行？而且你们这多少个人呢？往哪走？一个屁，一个屁，有。你来吧，我以为他必死了呢，这一个皮，我没想到他出了一个这么个玩意儿。快走，兄弟，溜溜溜溜溜！这大刀跑路，给炸死了。那狗头人家杰拉的一技能伤害有点高啊，我们得来点魔抗的装备了，比如说自然自立。三项不适合落手，加攻速没用啊。那落手应该加啥呀？我不会屈从暴君的命令。那也没东西出啊，关键是这英雄加攻速没用吗？这玩意儿拉不了，我就想测试一下到底能不能拉。狂风之力，哪有狂风之力这件装备呀、啊？一个屁！杀自己的爹，是不是？给我一个屁！哎，人头狗，哼，因此得名。这挺进破坏者可以，我感觉加移速，然后还加点攻速，这装备不错，加攻速加移速的，还有小突进。这件装备不错，
第三排第一个就是黄蜂之力，出这玩意儿了啊！行，那你出吧，我肯定不出。你要敢出这玩意儿了，我能让你对线对得下去，兄弟，我就不叫蓝林汉。你要能出这件装备，还能跟人打对线，那真确实行。剑圣来了，哎，剑圣，这是要开大砍我们了，这是，我这一瞅啊，跑的倒是挺快，来，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赛跑一下，你跑啊，为什么不跑了？拿下。狗头人是无敌了吗？狗头人一个没劈出来，给个红吧，你拿这玩意儿干哈呀，我操，你很需要红吗，兄弟，玩刀锋还要红 buff， 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，这就相当于你玩那个蜘蛛卡兹克拿个红，你说拿它干啥呀，又不用你粘人，说好不生气吗，哎，不生气不生气，出生什么气呢，真是的，我都自言自立了，我生什么气，我出个绿叉，好像没什么用，哎，无所谓了，跑得快就行了，我们480最好能自己能是有500的移动速度是最好的，人有点多，哎呀，跟我赛跑，我就一直跑，他们都追不上，你知道吗，一个劈先走一走，一个劈，一个劈，追呀，追，一个劈，跑得太快了，这12秒剑圣复活，俺们如果想拿剑圣，如果给面子的话，可以给个5杀。来，剑圣不给面子，那就算了吧，那没办法。哎，为什么一下加了200多滴血呀？啊？有谁是能加血的吗？没有啊。啊，包女，包女加血了。对对对，包女加血了。
减速 ，A 阶外圈没刮着，问题不大，死了。沙米拉直接跳死，我跑得快不？我蹬呀！我跑得快不快？闪下一个屁！我跑得太快了，这我这560多，我这还没满呢。满的话，我们能600多移动速度，好像590，这还没绿叉呢，有绿叉跑得更快，600，几乎没有人能从我们的手里逃走，知道吧？当一个傻子变聪明了以后，那么，啊不对，这个例子举的不好啊。当一个大炮会连发的时候，